有开车，有停在我们的发电机，还有流动厕所那边，通通要移走。待会会有卡车进来，会有卡车进来，可能会撞到你的车。我们再讲一次，把你的车移走，拜托拜托。来，继续开下去。5789，大哥，这几位大哥，车子移动一下哦。